你给我打得好高、哦、希望没有表现得太不自然或是太失礼的部分。我觉得你很绅士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初次见面。我叫做瓦特。那叫我 Kiki 好了。Kiki。嗯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很热耶，今天。对，今天外面闷闷的。你今天穿得很帅。好，谢谢。那我想多了解一下，那我就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哦。好啊。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游泳、爬山还有重训。爬山。错，我喜欢的是重训。啊，我以为你是喜欢爬山的。没有，我超讨厌爬山。啊，可恶。帮你涂个口红。好，麻烦了。我觉得这颜色蛮适合你的。蛮好看的吗？我觉得挑的人会挑。那好，我问你问题。好。读书时最擅长的科目，国文、数学、英文。数学。答错了，我国文比较好。那我想一下，帮你抓个头发，整个涂满手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只用指尖而已吗？我觉得还行啦，还不错。对，你觉得摄影就好。我觉得更好看了。更好看。那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好啊。那你猜猜我的星座？射手。嗯。天平。嗯。双鱼。星座感觉应该会是第一个讲的，所以射手。答错。啊，不是吗？我是天平座。啊，居然是天平。那我这次送你一个腮红。这个颜色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那换你猜我的星座。好，我们星座高手。猜错。金牛、巨蟹、摩羯，选一个。我们讲了两个图像。你是摩羯，答对了，好厉害，星座专家，真的是星座专家，真的，好，太可恶了。来换我问你问题，我最喜欢什么动物？好，一小狗，二猫咪，三小白兔，小白，等一下。小白兔，你是觉得因为我要放最后面，特别把它讲得很重要，不是吗？我喜欢小狗，你喜欢小狗，是送你另外一边腮红，你这个颜色好。还蛮可爱的。我原本要猜猫咪的，因为我很喜欢猫咪。好，那我来考你，我最喜欢的食物。一臭豆腐，二蚵仔煎，然后三大肠面线。蚵仔煎。答错，是臭豆腐。你会喜欢吃臭豆腐？我超喜欢吃臭豆腐的。太吓人了。好，那现在帮你画个眉毛。你好，可以补一下眉毛。你可以对着里面涂。看一下，好像好厉害，感觉那手法，就稍微上个色而已。好，好看，有眉毛，有精神。好，然后我问你问题，我在家中是排行第几？第一，然后第二，第三。你在讲第一的时候迟疑了一下，那我猜一，第一，错，唯一一个，不是吗？对的。我有哥哥，然后还有个妹妹。你还有一个妹妹。那我选这个。好。好，
另外一边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怕我等一下又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没关系，我出一题很难的，你猜不到的。我谈过几次恋爱？一次，二两次，三次，两次吗？答案是三次。我谈过三次恋爱。耶，换我画你。那我选这个，男士润色唇膏，帮你润润唇。不会涂太深啦。好，你稍微左右抿一下。好，可以，淡淡的粉红色。然后我反问你，好，一样的问题。好，一样的问题。我谈过几次恋爱？好，第一两次，哎，三次，第三四次。你现在从二开始问，表示三没有到达你的上限，所以是才四次，我才第三个选项。答错了，我也是三次。你也是三次。另外一边的眼影。好，要哪个颜色？这次来选这个。好。好，哎，这我喜欢。好看吗？这个我觉得好。那我想一下，如果我出门只能选一种彩妆带出去，我会选哪一个 ？A 眼影，B 腮红 ，C 口红。口红。答错了，眼影啊！这个太有概念了。好，帮你上这个 BB 乳液，会，让你肤色变好。好看 ，OK 的，我也变成美妆大师了。你准备好要看了吗？嗯，还蛮期待的。接受我的超强化妆技术，怎么样？我对这眉毛真的是很惊讶，因为就很期待，因为刚画的手法真的很快，然后还这样拨，我就想说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嘴唇还蛮适合这个颜色，嗯。那你知道你现在在我面前你是什么样子？好想知道，哦，来，三二一，来。哇哈哈！哦，哎，我觉得你腮红打得不错，哎，下手蛮重的，颜色很显，是好看的。他们的那个彩妆的腮红好好看哦。嗯，看分数。好。你给我打得好高，哦，你是一个让我觉得相处起来蛮自然放松吗？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，就不太会在初次见面的就是面前表现自己，希望没有表现得太不自然或是太失礼的部分。不会因为我觉得你是也是主动的有在跟我讲话，我觉得你很绅士。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